Thank you.
这个老哈，可以写烟形烟形草，所以烟形草就是这样子来，然后这样子来，然后这样子，这个就烟形草，滚动的烟舞，然后胡号草的，胡号草的就是这里有交叉交比胡号，交这里和这里就是这里有斜的交叉嘛，斜的交叉就是一个交比胡号，叫做有笔画相交叉的符号，然后呢，这个一横是表一点，这个一个弯表一点，所以这里两点。世界的世，世界的世，一横世界的世，啊，这两点是老，所以这老有两种，一种圆形，一种符号。啊，那长呢？长。有圆形的，圆形的就是这样子的，圆形的，这个是圆形的草。然后另外一种符号的，符号的就是这里面呢，包容空间省略符号。然后这一画，然后呢，这一画是表一点的，从这里来下来，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两点。一撇和一捺两点，你可以写两的两，写这样子的，那也可以写成这样一点，也可以写成两点，啊，也是这样子，这样这样。呵，它可以写成这样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中间省略符号，呀，这个简化，四画变三画。那这里呢，原来也有这个鸟的头。如果这里大，这里就小。啊，但是这样子，这样子说上面很大，下面很小，所以呢，它要各种变化。但是也可以啊，把这个省掉。因为可以啊，从这里省掉。省掉成为这样子的，省掉啊，这个没有省的。另外，从这先写的，然后再跑到这边来的，从这边先写，然后再上去的，这也是一种写法，好、哦，啊、哦，这个也是写法。然后如果这个很长了，那你就要缩小，缩小就是要把那个省掉，把这个头省掉。没有省，没有省啊，就是这个没有省啊。这个没有省，那你们没有省啊？这样子啊，这里缩小了，这里长大了，哦，产生这种平衡的美，然后这种平衡的美，这个长这边就要短，这边短这边就要长，啊，两头都长不行，不好看。松，因为笔画很少，就是依照这个圆形的写法，依照圆形的写法就这样的松，啊，然后云。这样子过来，这边省掉了，因为没有经过了。然后这个云哦，可以写成符号的，符号就是对称符号。对称符号是两点，从这里破开左右对称两点。那可以写成形状的，形状的是这两笔合成一笔。然后这样子来，好，但是这样不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这样子切，好，或是你要把它写出来，这样子是比较头重脚轻的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个写也是可以成这样子写法，但是因为这样这边已经有这样写法了，所以啊，这边稍微变化一下，变化这样子。这样是习惯，有别于它，因为两个也成了对，所以稍微变一下。这个 Y 就是这样，然后来这样，然后来一点，这是对称，然后还有一个包容，然后从这里来对称，还有一个包容，
然后呢，这个是惯性上去的，惯性上去的这样子还能连贯了、啊，啊，没有上去的，好像脱节了，这里空白大了，空白大没有上去不好看，用这种方式写比较好看。另外，一。从这边破开，两边相同，所以呢对称符号。然后心是三点，三点啊、哦，没有什么一画，啊、哦，这个意就是这样子连，这样子连，这样子连，这样是意，啊、哦。另外，这个意哦有圆形草的写法，圆形草的写法就是，它这边来啊。这里面有一点呢，这样子来，有一点，然后外面有三点，一，好，有这种写法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写法，就是这里面是省略符号一点，这样子，省略符号，啊，这是里面有一点，这个是这个地方是中间省略符号。中间的部分省略的，啊，任头任尾中间省略，标一点，对，这三种写法。之，这个是中间的，中间可以省略啊，省略啊是两点，然后你写出来，啊，那这个要写清楚，标两点，它这个也有变化，是。当然，这个枝也可以圆形草。圆形草就是滚动，不要用符号，这个是符号。圆形草，这是圆形草，圆的形状滚动的。那什么叫做行书呢？行书，行书有这种点。这种笔画，以楷书的写法，把它在行云流水，嗯，这个是行书，这个是草书。